请讲。师父你好。嗯。师父，我想问一下，我儿子1997年属牛的，我想问一下他的图形颜色，还有一个半月就要初中升高中了，我接下来要做什么事情才能帮他？有这种问题要问我，这个图腾打了这么多气场上去，都是救人家的命的。哎呀，卢台长啊，帮我看看，你香港很多算命都算得很准的，你花点钱嘛，去算算命算了。我告诉你，像这种，你叫他好好念准提神咒，好好念心经，开开智慧，他一定能考得上的嘛，还问我干嘛？我说他考不上，你开心了？听不懂啊？听懂了，听懂了。听懂吗？就下去了。没有，还有。还有，嗯。还有我父亲，现在他是就是姓马。马字写过世了，一匹马的马，同志的志，祥字慈祥的祥，慈祥的祥，马志祥，几几年走的？2010年七月份，我给他念了100多章。哇，我告诉你好吧，谢谢。第一，你爸爸是个好人，经常帮助人家的，对的，活着的时候就乐善好施，对的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告诉你的好消息，他在天上。哦，谢谢，太高兴了。现在穿得很干净。真的。但是不是穿西装，有点像过去的这样中山装一样，这种纽扣的。他活着的时候是不是穿这种衣服呢？特喜欢穿中山装。台长当场告诉你们，台长看到的都是真的，所以希望你们好好相信。这是真的，所以台长有时候很痛苦。为什么？我讲给人家听，人家不相信了。就像一个人一样，像你们今天说，你们看见了，哎呀，卢台长站在这里，人家跟你说什么有卢台长，没有这个卢台长，你说你们痛苦不痛苦啊？我今天看见菩萨了，我告诉你们，我希望你们，我求求你们，一定要相信啊！